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8月28日晚，万众期待的周深北京鸟巢演唱会门票正式开售，迅速引爆了乐坛的狂热浪潮。作为2024年最受期待的音乐盛事，周深的两场演唱会将于9月21日和22日连续举办，并在大麦、猫眼、票星球三大平台上同步开票。结果令人震惊，所有平台的门票竟在数秒内售罄，仅在大麦平台上，抢票想看人数已高达40万，歌手周深更是登上了大麦热搜榜的第一位。这场票务大战堪称电光石火，无数歌迷卡点在线抢票，却只换来了库存不足、前方拥挤、排队人数过多的冷冰冰提示，甚至有许多忠实粉丝连票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只能无奈地感叹周深加场，呼吁周深及团队倾听他们的呼声，尽快宣布加场计划。梦想成真，百灵鸟回归鸟巢。2019年，周深在2019中国好声音鸟巢巅峰对决现场，凭借一首《我爱你中国》震撼全场。那一声百灵鸟从蓝天飞过，让在场的导师和无数直播观众为之动容。从此，周深获得了百灵鸟的美誉。多年来，粉丝们一直期待住百灵鸟能在鸟巢举行个人演唱会，如今这一梦想终于实现。2024年5月，周深正式开启了个人第三次巡演之旅，成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。此次巡演共官宣了9个城市13场演出，场场秒售罄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北京等城市更是连开2场。如今北京场的票务情况再次印证了周深的火爆人气，截至目前，这次巡演已售出近50万张门票，每场都达到座无虚席的盛况。实力派歌手超越 CD 的震撼现场，周深的演唱会之所以如此火爆，不仅在于其超凡的歌唱实力，更在于对舞美和音响的精益求精。作为实力派歌手，周深的声音穿透力强，声压大，哪怕坐在鸟巢第6层的看台，也能感受到音浪的冲击。此次巡演特别邀请到了奥运开幕式音响总监金绍刚全程跟随，根据不同场地进行音响设备的专业调教。舞美设计更是请到了业内顶级团队，配备了裸眼 3D 高清大屏幕，打造出超越 CD 的视听享受。周深团队还为每场演唱会设计了专属服装、限定伴手礼、限定彩带等特别环节，甚至还有粉丝大爱的周表表 cosplay， 每场演出都旨在给歌迷们带来最独一无二的记忆。加场在即，粉丝热情不减。如今随着歌迷们的强烈呼吁，周深演唱会的加场计划已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根据内部消息，加场城市或将包括重庆、南宁、苏州等地，每个城市都将安排大型体育场连开2场。虽然目前这些消息尚未完全公开，但以周深目前的超高人气和演唱会的火爆程度，加场几乎已成定局。如果你也在遗憾没有抢到票，不妨时刻关注周深工作室的最新动态，争取在加场票务大战中赢得一席之地。更多的惊喜和精彩即将到来，热情不减的歌迷们敬请期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温暖和支持我都感受到了，就像风一样，无论我怎么转身，你们都在。大家的朋友们，嗨！说实话，不知道你。
姐，我嗓子感觉哑了。